专业大盾古王四排王这样其效果如何呢？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王哥。哎，今天来四排了，来了两位久违的成员，让我们欢迎。家人们啊，这不用你们手录再来表示一下吗？哎，让我们进入游戏。有我在，你还太过了呀！不要什么？真的？我怎么跟别人头上有爱心啊？什么鬼啊？这谁啊？我吐了呀！真恶心啊！我天，受不了！我怎么跟你有爱心啊？你们两个是真恶心，我也被恶心好吧？我也被恶心到了，我受不了了！我六六六，服了！我怎么跟你有爱心啊？我说这是谁啊？我受不了了。放错了啊，是这把。那之前都是巅峰局嘛，没有爱心显示的，这突然来一下有点不太适应啊。别说了啊，这必须快点到钻石啊，受不了这个。哎，很多人想看某个王传奇过啊，哎，今天来了啊，那四排就原片线上了啊，欢乐呈现。是时候再转，哎，我再拿本魔术，没人推奶酪了呀。我来推，这就是，怪我天哪，太温暖了。这就是，你看这个彦祖就是王大表哥，自己爽啊，你就不会队友着想一下？你看人家大西瓜，真的是。怪不得，那我不救你的，还是那句话，他有女朋友，你只有男朋友，真的是。我都不救你了，你自己看着办，真的。我需要你救吗？啊？我真的是，真的是，你看我要不你救我？求我，都不要求我救。上把水给他，第一个被抓了，给他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搞得我们团灭的，真的是。Later， 把这个来拿去，赶紧来拿一下。这个我不敢拿，这个拿要死，我不敢拿了。人家在楼梯啦，人家在楼梯。哎，那完，那我这也没了呀，那我这也。没事，我在你上面。给我下来啊！你什么在我上面？怎么说话的呢？给我下来！完了，你就不要把我带过来嘛！完了，你这个存亡此寒，离谱！他点的是被动，你这存亡此寒了呀！我怎么办啊？他点的是被动嘛？你自求多福嘛？你让我怎么办啊？我都不该怎么办？他应该三级了，他应该三级了。他有突突了吧？他应该有了。啊、没有没有没有，他点的是被动，削你。这看到没有？答案就是看到没有技术啊！溜溜溜！那这么小小身位，他骗的！哇，看住了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太细节了，兄弟，太细节了啊！算了，我学盾吧，不学战旗了，这学什么学什么？哎，肯定输了，肯定输，肯定输了！你扔到位啊！你哎，来了，兄弟，谁乱扑啊？哎呦，都没了，还一层盾，我丢炸弹了。漂亮，真的不是苏蕊的好打啊！真的不是苏蕊的好打，被你炸掉盾了，然后就被我的天哪！苏蕊一跳，我一开，一分钟无敌，谁顶得住？真是！我去阁楼爽，去阁楼爽！嘿，有点东西，还知道关门？客厅，还能用剑气破我的盾？他是国服啊！我这也是国服。我一个瓶子没找到，我从那个客厅找到庭院是吧？就像那个鲁迅从那个三味书走到百草园，瓶子都没找到，真的是我天哪！就像是吧，这个鲁迅啊，他从那个就三味书走到百草园，没找到一只昆虫，你知道吗？很离谱，真的是。我来，快救人，快救人！没事，他只能把那个有远视啊，他有远视，他只能把产品没盾。嗯。干他！哇呵，这就躲了。我会全空、啊。能不能嘴一点，兄弟们？能不能嘴一点？啊，全空了，好吧。我下来了。啊，能不能嘴一点？这个玩去，这游戏都不想玩了，能不能嘴一点？哎，推了。你还这个他们都给他打炸了，全空哎，那咋我只能推了？强烈禁言，给那战旗国王推个战旗推奶酪的那个。救命！救命！哦，救命！面子好可爱，受不了，真好可爱。六，应该不知道去哪里抢点啊！我走了。哎呦，又在喂！啊，没事，他应该没那个。你神了是吧？没火箭。他血不多，小一点血。嚯！哎，我的盾怎么躲着没了？踩碎片了。兄弟们。看到没有？在那楼梯真的很墨迹哎。怎么回事啊？去那干嘛了？
哎呦的，我这个终于得到它，我这儿在那个杂物间不见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会不会催眠老子？又装出来了，这么慢，又装出来，又装出来，这脸上不刷鼻子了。然后去阁楼了，去阁楼了，阁楼，大西瓜，阁楼，阁楼，完了就要正正遭遇了。没事没事，我能人家可比你这笨蛋比喻优秀多了，你自己注意点。哎呀，我给你擦屁股真的是。看你那家完全不用踩的，你自己想踩。真的万一强迫刷这里呢？真的是。来来来，那就让有缘发了个人家猫也没带星星。村庄的猫还是没有什么挑战性呀、啊，但它的面把这奶酪给摸了。老哥，笨蛋，刚放了那个。哎呀，擦呀，擦那个洞呀。下去了，去那杂物间了，班长去杂物间了。我、他非常爱你。我先进好吧。哎，对，他转过来直接冲刺，实在没办法。哎呀，他转过去。哇哦！有点帅啊，彦祖啊，就抓不了了呀！我肯定是要 C 的呀。啊，是的，是的，砸墙去了，好吧？虽然前面都没什么用啊，砸墙我就放个攻击站起的、嗯。看我秒破，看我秒破墙兄的啊！哇，这个有点爽。哎，上面有个变大，太小了。这个破墙还是得靠我。这个破墙是不是可以？还是得靠我。哎，天天我混了好几把，很难受，是吧？这把是不是完全没看出瘴血作用啊？确实啊，一是平时宝哥我们也不玩瘴血体系啊，二是队友太强了，没有宝哥国王发挥的空间啊。啊，没事啊，下次咱们继续啊。哎，不要你这个，咱们下期再。